谁跟我说的现场有人啊？我下来了，人根本没有人。我以为有人，然后我才开播的。那我就先打车了，因为没人的话，我得先打车。因为我他妈又犯了个错了，我，哎呀，我这傻逼，我那个我没有带那个老地方嘛，对我已经带好利来这了。我又忘记把电话卡从那个三星手机面拿出来装到我的 Apple iPhone 上面了。我先打个车啊，我先打个车，因为今天那个柴宝生日，我过去我要过去吃饭，我先打车好吗？听到扣一，快！哎，我以为今天有我们自己人呢，我以为今天有我们自己人。没有吗？怎么又有人了？这怎么又有人了？我怎么都没，你们怎么没被抽中过呀？啊？对，给你带了点。哇，什么东西？降温的挂脖子，哦，给你的。哇塞，很棒哎！然后里面还有一个，麻烦你帮我带给凯西。OK OK， 他生日礼物是吧？ OK OK， 好的。你不要问是吗？你自己问吧。你问吧。什么东西？说你下周不就要来无锡吗？啊，是什么活动？是那个 JOC 的那个比赛，应该你们可不知道能不能去现场。决赛 JOC 的决赛，九号和十号。你去两天吗？我去两天，我十一号也在，但是十一号那个他是录制，估计就不能进人。那个是不是要买门票还是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线上的还是什么。JOC 金铲铲的那个，我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能方便拍两张照吗？可以啊。OK。哎，是的，没必要，也没有要支持的队伍赢了，然后才从那个里面抽，还挺多人的。哪边都一样，因为拍立得你拍不出来背景，因为背景都是黑的，你得拍就是亮一点的。JOC 是啥？JOC 就是 JOC 啊 ，JOC 是金铲铲的 ，JOC 是金铲铲的。看大花，大花是很大花好高啊！我要有大花这么高就好了。哎呦，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很高的吗？对啊，再感叹一下，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很像我之前去拍那个粉色的那个，你们那个，就是脸上也是贴了钻，在这里的那个，对，有一个表情包是这个的那个。来，你站我这边吧。我今天下来之后，我拿起手机，我觉得好像啊。眼睛没事了。是吧？真的很像，都是上次的熟人。哎呀，演员就只有这几个。哎，应该是卡了，应该是卡了。我的相机也是这样，有时候就出不来，不知道为啥。你要再按一下快门。我以为有人给我打光呢。你打车了吗？打了。啊，咱们速打速决。来，你在这边，你在这边。3、2，不又卡了吗？卡了。卡了。就是你那个机子出问题了。卡了。用我来给你拍吧。你给我拍吗？今天还有车回去吗？绿皮。对，小绿皮。3、2，1。你就是回无锡是吧？对呀，随我走一走。他就是无锡本地的。嗯。随我才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啊，最后是九号、十号，好。就九号、十号。衣服怎么固定的？它有一根很细的那个线。怎么到门口等？那个。3、2、1。它就是有一根很细的线。但是你看起来像是没有那个吊带，但是其实是有的，就是它是看起来是，就是假装它是没有这个，但其实是有的。11点，赶紧到上海站，快去吧。你车到了吗？什么？我。
十分钟呢。好久。我车还久呢，你们先走呗，你们先走呗。我把这个袋子给你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提着吧，我提着吧，提着吧。哦，谢谢谢谢星仔爱看默默扣开通的钻粉，谢谢星仔爱看默默扣的钻粉。朋友们，我的那个礼物系统卡了，你们帮我弹幕飘一下吧，我看不到礼物。今天我们已经过五星喽，哈哈。坏了，今天涛哥要说我没有开播。今天这么漂亮不开播，我今天吃完饭回去开播吧，因为我今天一天了没吃什么东西。我先我他生日我就过去不开播了哈，因为人家也不是主播，我开播也不太好。或者说舒奈奈在直播嘛，如果他在直播那我可以开播，如果舒奈奈没有直播的话，如果舒奈奈没有直播的话，我就不开，我就不播了，我就回去再播吧，反正今天这么好看，我明天也没什么事儿。我最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了。我最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了，其他事情不是不重要，就是优先级没有那么高，我都可以，就是我就可以随便熬夜了。谢谢节目效果的飞机，谢谢节目效果的飞机。小伞在播是吗？那行，他们在直播，那我就播吧。但主要是我今天没有带我这个手机，我那个卡不知道为啥就是网络有点差，你们需要等我一下。谢谢无聊罢了的钻粉，谢谢无聊罢了钻粉。我试一下我用这个手机开热点行不行？好吧，我调一下，我用这手机开一下热点。我们用这手机，我先把它调成那个。谢谢无聊罢了的钻粉，谢谢星仔看默默扣的钻粉，谢谢节目效果的飞机。我退出去一下，因为悠悠能肆无忌惮的熬夜了是吧？哎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没有这么夸张啦。